本来都是在家里看小说的啊。我叔兄说，我在家里整天都是窝在里面看书不好啊，叫我去做环保啊。我叔兄讲，哎，瓷器在做行，肯定去瓷器做。我啊，瓷器是啥货啦？我就讲，啊，瓷器是啥货啦？哎，你讲人家做环保，你唔甲人做，我讲啊，我无兴趣啦。哎，就一直堵，啊，一堵两堵三堵都堵出来。以前我定啊，甲阮叔兄讲，伊古阿袂入来瓷器，真是去看牛打破恁房价的黄金安啊怪哦！我去写，我就做到海去。因为我嫁给他，我很做啊。现在不会啊，现在我感觉我很好命。出来吃自己学习做人啊。我对煮饭有兴趣啊，有兴趣。我是感觉我很喜欢煮菜。我感觉煮菜煮啊，人家吃完我就很欢喜啊。还是我们煮的还不错。出来了，较快乐啊！阿妈脾气嘛改得比较好啊。哦，我以前无做厨子，我脾气很不好，动不动就生气。那聊聊安怎来配配给我呢？对啊，我进来有改变啊，我思想慢慢改变很多。啊，出来做啊，跟人比较起来，咱就感觉足好命啊，感觉讲一点啊不如意，无啥物啊，对无？你若看咧三顿袂得过，还是咧就是。工作平常，你感觉讲咱足幸福个，无上无咱嘛身体健康康康啊。对啊，搁会当出来做，出来服务吼，啊，即马是感觉足知足个啊。